相亲遇到了大学室友的妈妈，结果马国成，我问你来，你对我妈干嘛了？我啥也没干。你啥也没干，我妈怎么要电眼泪呢？她，我你妈，她你妈不是你的？你还骂街呀？梅姨，你说是不是？咱俩像，咱俩碰着了，然后的话，你跟我讲她的身世，然后你就要哭啊？是。你看我能欺负梅姨吗？你就咣咣揍我，你。国成啊，你没事吧？我行啊。文静，以后不能这样了。妈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是不能这么冲动。你看梅姨说多在理，你我都工作了，你找个伴儿呗。等你结婚以后再说。我，妈，我都这么大个人了，只要你找个人能真心实意的对你好，我管叫上爸能咋的？能咋的？你答应什么玩意儿？我没答应，谁答应？文静，去药房买点那个消肿的药，你看把脸打的都肿了。妈，你去。嗯，梅姨，不好意思啊，没事没事。这个文静吧，哪儿都好，就是容易冲动，所以当初给她起这个名字叫文静，就是希望她能稳定一点。啊，我们行，没事儿。哎，这故也不是故意的，完了再加上我脸皮厚，打两下没啥事儿。哎，对了，梅姨，我问一下，就是你择偶标准啥样啊？